陈情表，李密。陈密言，臣以险性，素遭敏凶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见备，行年四岁，就夺母志。祖母刘，敏臣孤弱，恭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，伶仃孤苦，至于成立。既无伯叔，终贤兄弟。门衰作伯，晚有儿媳。外无积功强劲之亲，内无一门无耻之童，穷穷独立，形影相吊。而刘素因疾病，常在床褥，臣试汤药，未曾废离。待奉圣朝，沐浴清化。前太守陈奎查陈孝廉，后刺史陈荣举陈秀才，臣以供养无主，辞不复命。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寻蒙国恩，除臣贤马。唯以为鉴，当世东宫，非臣云手所能上报。臣据以表文，辞不就职。诏书窃郡，责臣不满，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，周司临门，急于心火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刘病日笃。欲苟顺私情，则告诉不许。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。夫为圣朝，以孝治天下。凡在故老，犹蒙金玉。况臣孤苦，特为尤甚。且臣少侍为朝，历职郎署，本图焕达，不经名节。今臣亡国建福，至为至陋，果蒙拔擢，宠命优渥，岂敢盘桓有所希冀？但以刘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为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孙二人更相违命，是以区区不能废远。陈密今年四十又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又六，是陈敬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抱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怨起中央。臣之辛苦，非读书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。皇天厚土，实所共见。愿陛下精明于惩，听臣为旨。
数流侥幸，饱足余年。臣生当云首，死当结草。臣不生犬马不惧之情，今拜表以闻。